跟其他地方比起来，这边是最可惜的，就是从一直一直不来，所以我担心今天的流行完蛋，大家都吃炸物或者汉堡，或者在台湾我要吃炸酱面。안녕大家好，我现在在高雄这边，因为我上次去台湾的中间了，所以这次要去台湾的最下面，就是这边这个垦丁。垦丁其实我每次去旅行都一直吃一直吃，上次南通也一直吃了，可是很多人说台湾的风景也不错，所以我每次去旅行的时候大家觉得有点可惜，所以这次旅行的终点是风景。哦，风景，去旅行的时候最最最重要的是照片吧。其实一个人的话只能拿手机，只能自拍这样，但是我的话没有问题，因为我有这样三星 Galaxy Z Flip 4。其实我已经用了两年之前版本的这个Galaxy Z Flip 3，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问我这款真的好用吗这样，所以我今天旅行的时候给大家看我为什么一直用这个手机。我先上车，公车好像马上来，我们在垦丁见。哇，大家我到了，我到能所以我刚到这边后发现了这边真的太阳很大，所以我这个后准备完后看看海边。大家去这边，我来这边了，南部有很多的树。大家可是我这边还有感到的是跟我这样的人没穿衣服的人们也很多，只有我来爬山的感觉，所以有点尴尬。芒果汁哦，谢谢，真的是很海边的感觉。大家都吃炸物或者汉堡或者披萨这样的，可是我在台湾我要吃炸酱面。这是用风的地震吗？大家刚刚到了这个，这炸酱面是韩式的。我们吃饭前先拍照吧。大家还带着沉重的三脚架和遥控器去旅行吗？这样能用手拍照，这样不用按手机拍，真的很方便。下一个。真的有韩国味道哦。김치也有韩国味道。突然在垦丁遇到了家乡了，这样这是种的芒果啊，这是种的芒果啊，真的，对，很好喝，大家我在等公车。对啊，其实这次旅行是完全坐公车的旅行。对，今天内会来吧，这边有阳台了，就是我的位置没有。大家我本来有想去的地方，可是公车一直一直不来，所以我担心今天的旅行完蛋，所以随便上一个公车到这边了，因为这边也看起来能去的地方。
就即使没有找到人生，我的人生这边有小的小学，我在台湾看过中的小学中可能最小。看哪里都有风景，来这边的人很多人骑那个吧，斯库特，斯库特吧。哦，我觉得骑斯库特这个真的好。这边中学一个吧，这边中学一个，那个最慢。大家，我刚刚进来这边了，这边进来的话要30元，如果开车来的话要100元，所以没有车的人乘很好。只有我还有刚才收我30元的管理员。大家，我还没看到人，还没看到人。哦，看到错了，我本来想去这边，可是一直没有工作，然后发现了刚好这边今天没开门，刚好没有车，刚好我不能去了，刚好今天原来是休息。这边有谁？这边是我的梦想吗？我还没来肯定了吗？我在我的床上吗？哦，사람이다，这是什么？哇，像마을같아，마을，마을인가？哇，너무좋은데，너무좋은데。哦，这样，诶，这样这样，这可以这样放着吗？这不是贵的吗？这有点变成公主的感觉是吗？公主的感觉，哇，这边好像拍照应该很好看。因为手机可以这么折叠，所以可以拍各种各样的角度。大概80度的话，可以拍连看起来小的自拍。很幸福，虽然现在昆明有点热，可是看这样的地方真的好。근데느낀게확실히여기이부분이이거는광이나거든요이렇게전이거이렇게새로나온무광이게진짜예쁜것같아요제가지금쓰고있는건하늘색인데다른색깔들도분명예쁠것같아요이렇게너무예쁘죠요点这样的感觉뜰랑웨이下一个地方，下一个地方是还没来，所以我要去海边。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气氛。这边是刚才那个后面的地方，这边，这边有这个，大家，这边很危险，这里面，哇！大家，哇，너무예뻐요。大家也看着海边，想一想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了，感谢现在的人生，这样想一想。我想坐着这边看海边，可是我怕，所以来南通。不是南都，来北都，北都的感觉，北都感觉的这样的。哦，我等一下去，先去看夕阳，然后先去看夜市。这边的肯定大街，然后回来用这边。我以前能看山，可是晚上可能看不到吧。饭店前面的海边，你们看颜色很好看吧？大家现在是不是感觉声音热闹了？因为我马上要出来，有点紧张。那我找个好吃的，我们一起吃吧。너무부끄러워，너무부끄러워，너무부끄러워。
然后看这个，这个超大，果然是昆丁，果然是昆丁。变成这样了，有点瘦了吧？热的时候直接吃吧，热的时候直接吃。嗯，嗯，因为这个很大，所以有口感，很好的口感。嗯。嗯，我讲，因为这边是海边，所以这样的这样海鲜东西很好，哎，很多很多。大家还是我们吃生鱼片吧，因为听说在垦丁吃生鱼片不错，看起来在乐超有，所以可能不会喝酒，可是哦，去吃生鱼片吧。嗯，生鱼片本来这么便宜吗？还有一个是我喜欢的，大家看一下这边，按两次的话可以拍照，如果想快点拍照，想偷偷看脸的时候很好用。对对，这样，然后如果想用主镜头拍的话，按这里，那在对面就能看到我的脸了，所以拍照时非常方便。还有这个也很方便，不用打开手机，这边直接能用几个功能。大家来了送一片跟铁板烧豆腐，然后我本来没有打算喝啤酒，看杨哥就没有办法拿来了。嗯，这样 wasabi， 啊，在热炒吃东西真的我喜欢。嗯嗯，啊，我很喜欢这个豆腐。鸡蛋豆腐的感觉的豆腐，我拿一个。啊，嗯，嗯，我觉得垦丁鱼翅真的很好，真的来台湾的话，一定要去的地方就一个，我觉得真的。哦，我为什么现在才去？可是重要的是有车，有车，有车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完美的地方。嗯，想吃生鱼片吗？嗯嗯，因为100块不能超级高级，可是我骂你真的。嗯。嗯，跟其他地方比起来，这边是最可惜的，就是跟朋友一起来的话，我觉得这边超级好玩。然后有车的话，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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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真的，超级喜欢它这个。嗯，然后大家也常常一个人吃饭吗？我在台湾5%。95%一个人吃饭，所以常常看着影片吃饭，直接放这样，然后可以看。这样的话，它这样变成这样，然后这是桌子，这样放着看，是我的生活中真的方便的事情。哦，这是喝酒说真心的，然后可以放这样，这样的话可以放这样。很多人问我 Z Flip 有关系的，然后最多人问的是이가운데가영상볼때걸리적거리는지그걸되게많이물어보세요근데其实我也买 Z Flip 3的时候真的考虑了，我跟大家说真的别担心这中间的 Z Flip 3也是没有感觉。이 Z Flip 4는업그레이드가됐다고해요많이어이거지우더인피에완전매요봐짜이한거더하은도런용이젠홍치랄러저거있었어요좀더좀더좀더好用的意思先去用看看那就知道了为什么在韩国这么红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认真介绍它。
对不起，因为我真的很爱吃 the flip， 所以认真跟大家分享了。这次旅行也真的谢谢你，因为你拍了这么超多很多好看的照片。真的谢谢你。最后一篇。谢谢肯定让我看很舒服的风景，我下次这边真的下次一定要来，这个肯定我下次一定会再去，还没去过的肯定的有。